全新高尔夫嘉旅，基于第七代高尔夫车型打造，在保持了高尔夫动感时尚造型风格的同时，体型更加修长高大。为了打造宽敞的车内空间，加入了高车身、直后背、短前悬等元素，整体风格动感大气、经典灵动，又添一份稳重扎实、圆润饱满。横向贯穿式进气格栅简洁大气，前灯内部的装饰条与进气格栅相交呼应，而发动机盖上的折线与车灯、保险杠等部分完美组成了 X 型前脸，线条锐利，视觉冲击力十足。车身侧面的线条在保持了高尔夫家族一贯流畅动感的同时， A 柱的位置更向前探，不仅带来了大尺寸的视野空间，也带来了更好的车内空间。两条平直犀利的腰线贯穿侧面车身，同时将侧面1:1对称分割，呈现出完美的车身比例。转至尾部，大尺寸视野空间和最优能见度是横贯车尾的核心主题，醒目的梯形 LED 尾灯造型时尚新颖，与宽大的后挡风玻璃、动感的尾翼扰流板以及采用了扰流裙边造型切面的后保险杠，使全新高尔夫嘉旅的尾部造型于动感之中更增添了几分稳重的气质。与第七代高尔夫以驾驶员为中心的环抱式设计不同的是，全新高尔夫嘉旅采用了对称式梯形中控布局，在空调出风口、车门装饰条等区域更是采用了诸多折角设计元素，干净利落。车身工艺保持了大众水准，做工细腻严谨，方向盘是高尔夫同款。车厢内能够看到仿木纹装饰板、镀铬、钢筋烤漆、真实缝线等工艺处理，在有序的分配下非常协调，并无堆积感。此外，全新高尔夫嘉旅还提供巴克胎软翻毛皮座椅可供选择。在全家出游，行李物品较多时，将后排座椅调节至最高位置，全新高尔夫嘉旅就可以提供500升的行李空间。如果将后排座椅全部放倒，便可带来1520升的超大空间。伴随着悠扬的音乐旋律，驾驶的全新高尔夫嘉旅一路直上，而头顶上大尺寸的天窗使得视野更加开阔。天窗一直延续至后排乘客座椅顶部，带滑动翘起打开方式，并配以电动遮阳帘，给前后排车内成员带来良好的空间通透感。方便第二排乘客使用的折叠桌板，还有前排后排行李箱内的3个12伏电源，更是方便了大家对于电器的使用。最新的 EA211 动力系统提供了 1.6 升自然吸气、 1.2T 涡轮增压以及 1.4T 涡轮增压高低功率三种不同发动机，配合5速手动、6速手自一体以及7速 DSG 双离合变速箱，可以提供6种不同的动力总成组合。高尔夫嘉旅作为一辆跨界车型，早在上市之初就很吸引人的眼球，更重要的是高尔夫嘉旅的出现成为一汽大众首款多功能车型，弥补厂方无 MPV SUV 的空白。